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星汇网立场无关。我哋身处喺嘅世界，并非你哋肉眼所见咁公平。似乎表面上有充足嘅选择，但系实际上背后已经精心策划，充满阴谋同计划嘅呢个世界。而家等我哋同你去揭露，揭露阴谋背后。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星汇网的阴谋背后。你好啊，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Adam， 在我对面的又有阿金和阿九啦。今天第九集、哦。咦，今天第九集、啊、阿九。当然啦，是我的集。长长久久、啊。嗯。那今集你搞的。长做长有耶。因为讲马咁，系啦，OK， 欢迎大家吓。嗱，上一次咧，我哋讲过呢个嘅光明会嘅体坛啦，喺体坛度唔知有啲咩搞啦。咁咧，我哋都收咗好多个 message 啊。咁就叫我哋讲咩咧？就系讲咧和路迪士尼。嗱，点解会咁讲咧？咁上一集咧，我哋都有即系提及过啦，例如系。啊，今日九都提及過一啲光明卡咧，都有講過一啲嘅少少嘅和路迪士尼嘅隱喻啦，或者甚至乎我上次咧都有講 Castle 啦，因為 Castle 其實咧喺和路迪士尼你知啦，成個迪士尼嘅 logo 都係成座嘅堡壘啦咁，咁呢啲都有嗰啲隱喻喺度嘅，咁所以咧我哋今集咧會為你咧一一去探討嘅。嗱，上一集咧其實咧第四節啦，我諗大家都清楚啦，我哋有一個嘅電話錄音嘅訪問啦。就同阿 Winnie 啦，就去做一個嘅即係揭秘啦。咁啊 ，Winnie 嘅朋友咧就喺嗰個嘅Beauty Bird 入邊，即係佢爹哋咧喺 Beauty Bird 入邊做一個骨幹嘅成員嘅。咁就爆咗啲料俾我哋聽啦。咁其實嗰個嘅反應係好好啊。咁好多網友都話：哇，好正啊！原來有啲料咧，或者甚至乎而家世界咧 Beauty Bird Group 咧做緊啲嘢咧，我哋真係後邊我哋唔知嘅。咁嗱，我哋咧而家盡量咧。都是嘗試去聯絡 Winnie 嘅，出咗街之後咧，佢都同我都傾過一次電話，佢都話即係都好滿意啊，即係同埋咧就即係咁多人覺得 appreciate 啦，佢做緊嘅嘢啦嚇，好開心啊咁樣，咁所以咧佢都喺電話度應承我咧，就係話當佢如果係有進一步嘅消息，關於啲 Beauty Bird Group 嘅情況或者消息之後咧，佢都會揾翻我，然後之後咧，我哋都再去同大家去揭露啊，去揭秘啊咁。因為我知道咧，其實2013年咧，今年個 Beauty Bird Group 嗰個嘅會議咧，就應該係喺英國嘅 Watford 嗰度去即係做嘅咁樣。咁當然就睇下究竟開完個會之後啦，睇下 Winnie 嗰邊咧，佢個朋友有冇俾一啲料俾佢啦。咁睇下究竟呢一兩年其實呢一個會啦嚇 ，Beauty Bird Group 啦，或者 Beauty Bird Club 咧。究竟佢哋想做啲咩嘢啦 ？OK， 我哋今集咧，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我哋今集咧，我哋 post 一啲资料上 forum 嘅话咧，第一好多啦，真系好多相，同埋好多 video。咁希望咧，你哋听嗰时候咧，好似我以前咁讲啦，就开住个 forum 咧去听同埋去睇我哋啲相啦。但系仲有一样嘢，如果今次各位听众系未满18岁嘅话咧，咁麻烦你哋咧，请你哋嘅家长陪同你哋一齐去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同埋睇我哋嘅 forum。点解咧？因为我哋呢个 post 啦，同埋我哋今次讲嘅嘢咧，都几牵涉到一啲性啊，同埋牵涉到一啲暴力嘅嘢嘅吓，因为咧。光明会咧就系藉着和路迪士尼嗱，和路迪士尼俾人感觉就系一个乐园啦，好开心啦，卡通片啦，各样嘢啊咁。但系其实背后咧，佢嘅理念咧都好劲嘅。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又翻翻正题啦。咁今日头先讲过啦，我哋讲和路迪士尼啦。喂，两位啊，你哋听到和路迪士尼嘅话，感觉系乜嘢？米奇老鼠公主咯，系咯，白雪公主同埋咩七个小矮人啦，每个女仔都好想去嗰个结婚嘅地方。系啦，仲有就 Cinderella 啦，系嘛？灰姑娘啦，一个魔幻嘅世界。系啦，或者甚至乎，如果后期啲嘅就系米奇老鼠嘅一个好经典嘅卡通片叫 Fantasia 啦，个嚟米奇老鼠嘅造型系。有顶帽吓，好高嘅一个巫师嘅帽咁样，去讲啲魔法啊咁样。
好啦，咁点解和路迪士尼牵涉喺个光明会入面嘅呢？嗱，我諗我讲返一啲嘅和路迪士尼嘅背后嘅历史先啦。好啦，或者我讲讲和路迪士尼个生平先啦。咁Walt Disney 呢，其实个全名呢就係 Walter Elizabeth Disney 咁样嘅。咁当然佢短嘅，而家佢简称就叫 Walt Disney 啦。佢呢就係1901年12月5号出世嘅。死嗰个时候呢，就1966年嘅12月嘅15号就患上呢个嘅末期肺癌死嘅。咁好啦，咁喺嗰段时间呢，佢哋未开，或者 Walt Disney 呢未开呢个嘅乐园呢之前呢，究竟点解佢会咁疯狂喺呢个嘅卡通入面呢，或者咁疯狂喺个嘅漫画啊，或者甚至乎一个乐园嘅世界呢？咁其实话说呢，佢未做呢一个嘅乐园之前呢，其实佢本身呢都有一个好童真嘅一个嘅人嚟嘅，佢好鍾意一啲嘅乐园啊，或者好鍾意画一啲嘅漫画啊咁样，其实即係基本上佢都系一个几 challenge 嘅人嚟嘅。但系呢，佢呢每日呢有一个烟铲同埋一个酒鬼嚟喎，佢好鍾意呢係食烟喎。你知唔知你两位呢呢啲小道消息或者一啲所谓嘅花边新聞啦，你知唔知佢每日食几多支烟嘅？唔会一条啩，一条十包。一条就变咗支烟通㗎啦，佢应该。佢一日呢其实都唔係少㗎，佢一日呢係食70支烟。如果70支烟，如果计20支一包嘅话呢，佢食三包几日？但系嗰个年代啲烟系冇而家咁纯，仲应该系咪对身体差啲？浓啲嘅，系啦，冇错啦。因为以前嗰啲烟咧，应该系冇滤嘴噶嘛。咁冇滤嘴嘅话咧，其实吸入肺咧，其实都几大伤害。佢咧就好中意咧去打高尔夫球。当时咧，佢同呢两个人咧，就我谂上一集咧都有讲过啦，就系 Bob Hope 同埋 Ed Sullivan 嘅。咁其實呢兩個呢都係共濟會嘅 major 嘅 mind control 嘅 programmers 嚟嘅。嘩，大家喺埋一齊嘅話，咁梗係搞啲共濟會同埋光明會嘅嘢啦咁樣。但係呢，佢因為佢私生活嘅問題呢，所以佢時時呢都要食一啲咩呢，食一啲嘅鎮靜劑呀、啊、或者食一啲安眠藥呀、啊。點解？因為其實呢佢呢係長期唔夠瞓嘅，又食煙又飲酒又長期唔夠瞓。我諗大家都知道究竟個情況會係點啦。我知道佢有一種強迫症係同阿希特拉一樣，就係成日要洗手嘅。係、呀，點解呢？有冇講過呢？其實你嘅資料顯示，其實有有啲學者就解釋話，就好似一啲殺人犯咁，佢犯咗罪，譬如殺咗人之後呢，成手血，佢覺得好污糟，就要洗乾淨自己。佢呢一種行徑都係想潔淨自己。冇錯，即係 physically 呢，其實即係佢想洗手嗰個所謂嘅，唔好話儀式啦嚇，個過程嘅話呢，其實佢想洗佢嗰個所謂叫咩呢，嗰、那個心靈個創傷啊、或者佢覺得佢污糟啊咁樣，所以一路咁樣洗手。好啦，我諗應該阿九呢都有啲資料呢，就關於33 club 㗎，應該慢慢講，因為實在太多資料啦。和魯迪士尼呢基本上係 33 degrees 嘅一個 freemason 嚟嘅，咁即係最高級啦。咁其實佢同級嘅話會有咩呢？好似頭先阿金都有講過啦，希特拉啦，或者甚至乎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呢，就 Crowley 啦。咁 Crowley 係邊個啊？上次都講過啦，就是一個為人所熟悉嘅全世界最邪惡嘅一個黑巫師啦。其實呢可以睇返呢，佢有啲嘅卡通片呢都係講啲咩呢，講啲 sex magic 啦，上次我都講過啲 sex magic 啦，有啲 black magic 啦，甚至乎有啲巫術嘅嘢呀咁樣都會牽涉在內嘅。所以呢，神秘組織呢點解會利用和路迪士尼去做佢嘅所謂嘅 muppet 呢，去做佢嘅扯線公仔呢，是絕對是有道理的。嗱，當時嗰個時候咧，佢哋和路迪士尼咧出名咗嘅話咧，究竟其實佢同邊個係最 friend 咧？同佢最 friend 嗰個咧，原來係列根 Ronald Reagan 喎，即係美國個總統咧。嗰個時候同佢最 friend 嘅，咁當然大家都好後生啦。嗰個時候係咪？咁點解會係咁咧？原來 check 翻個情況咧，就係話佢同 Bush 嘅 connection 又係有。原來同 Rothschild 個 connection 又係有，咁即係其實呢基本上呢佢個 bloodline 呢，大家清楚啦，如果聽我哋節目嘅話、Illuminati 有13條 bloodline 呢，全部都係 elite 嚟㗎啦。咁頭先都講過啦，有 Hitler 有 Bush 啊，有 Rothschild 啊，有呢一個嘅 Rockefeller 啊，咁其實 Crowley 同和路迪士尼呢都係有一個嘅 in relation 嘅，就係佢哋呢兩個人呢都係對呢一個嘅 bloodline 呢都有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嘅關係喺度嘅。
咁所以呢好多时呢就係因为咁样呢就令到 Walt Disney 呢就更加可以好快咁实行佢理念。咩理念啊？就係、是、原来呢光明会呢就係、是、利用佢嘅所谓嘅画笔，就係用咗一啲卡通片去渗入一啲咩嗱，我哋分开几个层面去讲啦，渗入呢个 satanism 啦，撒旦嘅嘢啦，渗入一啲 sex 嘅嘢啦，啲性爱嘅嘢啦，渗入一啲暴力嘅嘢啦，同埋渗入一啲嘅秘密组织嘅所谓嘅气氛啊或者风气喺度嘅。主要呢班嘅神秘组织咧，就系、是、正正利用咗 Disney 呢一个嘅卡通片，或者甚至乎 Disney 嘅乐园咧，就系、是、会去同小朋友嗱，今次咧系小朋友去做一个洗脑活动嘅。阿金，第一个乐园喺边度开始，或者点样去制造？因为见到咧，阿金开咪嗰个时候咧，我见到好多米奇老鼠嘅第一代嗰个嘅面孔咧，哇，好核突啊！死人啊！哇，好核突！我见完之后咧，觉得咦，点解第一代嘅米奇老鼠好似人哋嗰啲恐怖片嗰啲 mask 嘅咧咁样嘅咧？系啊，会摆翻上网俾大家睇。系，但系咧，迪士尼嗰个开创呢、這个欢乐之地嘅开创咧，系用呢一个欢乐嘅乐园咧，冇错，去掩饰佢背后系一个罪恶嘅地方。系、嗯，因为你哋大家有冇谂过，其实系一个咁多小朋友嚟自世界各地嘅人都会去嘅一个乐园、嗯，绝对，你唔会怀疑佢其实系一个从事犯。犯罪活动的地方来的嘛、嗯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掩饰来的。没错。其实讲到呢他那个理念呢就是想做到这个天堂是人人都要以他为一个、大家都会想去的地方。是啊，但他都营造了很多的很欢乐的气氛的嘛，是、啊、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你入到去呢其实就很怎么说啊，哇！咩煩惱都拋諸腦後噶嘛，其實係咪先？但係咧，其實以往咧、嗯，美國加州呢個迪士尼樂園咧，曾經試過好多時咧，有小朋友唔見咗啊！咁就係捉咗去做一個 mind control 嘅實驗嚇。哇！依個我冇資料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有啊，我都睇過一啲文章係講咧，有啲小朋友入咗去玩咧，咁、就唔見咗，咁、那個父母咧就同樂園嗰方面嗰啲人即係員工反映，咁但係最後係揾翻個小朋友出嚟，咁但係咧就已經係神情呆滯。咁嗰陣時咧，有呢啲個別嘅個案，有零星嘅個案出現過，咁、但係樂園方面咧亦都澄清翻，可能係因為咁多世界各地嘅人都嚟，咁佢哋都防止唔到有。啲人可能真系捉咗啲小朋友去。O、okay, K， 明白。咁其實呢件事，其實我諗翻起咧，當年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明珠台有一套戲咧、叫做《It》啊，醜啊，即係佢講個小丑走咗入去嗰一個遊樂場度捉啲小朋友食咧、其實唔多唔少都即係令我諗翻起啲嘢。O K， 嗱頭先你咁講樂園嗰單嘢咧，嗱我又唔知道有啲小道消息咧喺我嘅資料顯示咧話翻俾我聽咧，就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聽過？原來咧迪士尼樂園咧。佢哋底下咧有好多條通道喎，有好多 underground 嘅嘢嘅，例如可能佢有一啲嘅 underground 嘅廁所啊 ，underground 嘅休憩室啊 ，underground 嘅廚房啊，各樣嘢都有嘅。依、這個咧其實咧，佢哋起樂園嗰個時候咧，所以點解咧？其實啲員工都唔知嘅，其實個 contractor 即係嗰個承建商先會知道，原來佢下邊咧地底咧有好多八陣圖嘅。哦、四通八达噶咯，系啊，好似个迷宫咁样嘅。咁究竟佢哋呢啲嘢我嚟做咩咧？咁样咁当然啦，呢啲嘅小道消息啦，即系未证实噶啦，呢啲小道消息。但我觉得又有啲咁嘅即系可信程度嘅。其实同 M K 嗰个 project 有关系啊。我谂佢起到个迷宫都系方便去即系从事呢个洗脑活动。系啊，嗱，你讲开 M K 咧，忽然之间我又记得咧，前嗰排咧佢出唔系前嗰排，其实好耐噶啦。出一件 T 恤咧就是 I love M K 你有冇留意啊 ？Mickey Mouse 嘛 ，M K 系咯，代号嚟噶嘛，咁啊，呢个就系、是、吓、啊、可以咁讲啦，即系大家点睇嘅啫，好多嘢系咪先？嗱，我哋讲翻少少咧，迪士尼乐园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知道迪士尼乐园已经唔系净系卡通片，同埋唔系净系乐园咁简单。其实佢一个国际非常之大嘅一个传媒嚟㗎啦。点解我会咁讲呢？咁我今集呢我哋都做咗一啲嘅 research 啦。全部我就唔会讲㗎啦，因为真係实在太多啦。咁我讲返少少一啲比较上出名啲㗎啦。那个 list 呢我会 post 喺个 forum 度嘅，然后之后慢慢你哋大家可以睇嘅。咁佢哋嗰个嘅 subsidiary 啦，即係下面个 Walt Disney 下面有啲乜嘢嘅机构呢，会有 ABC News 啦， ABC Entertainment 啦， Family 啦，
studio 啦，即系全部 A、B、C 嘅嘢咧都系佢噶啦 ，OK。咁之後呢，因為講緊一啲呢比較上之後為人熟悉 Disney 嗰啲唔好講啦， Disney 嘅全部 Disney 嘅當然梗係佢㗎啦， Walt Disney 係咪先，點解唔係佢呢，係咪先。除咗呢樣嘢之後呢，我哋睇體育嘅，原來 ESPN 嘅頻道呢全部原來都係 Walt Disney 嘅， OK。 好啦，之後啦到咩呢，之後大家啦，即係我哋喺電影嗰度都有講過啦， Lucas Art 啦， Lucas Film 啦，其實呢佐治魯卡斯呢將佢個公司呢 Lucas 乜 Lucas 乜嗰啲呢就全部賣俾 Walt Disney 㗎啦。仲有我諗而家今期最出名係咩呀， Iron Man 啦，係咪先， Iron Man 3 啊， 2 啊， 1 啊，下面都係 Marvel Comics 啊， Marvel Animation 嘅，原來又係 Walt Disney 嘅。咁當然啦，咁其他嗰啲譬如 Miramax 啊、Pizza 啊呢啲即係比較上出名啲嘅呢，全部任何嘅全部嘅呢啲嘅都係即係歸於呢個嘅沃魯迪士尼旗下嘅。所以可想而知呢，其實佢而家呢一個呢唔係淨係樂園咁簡單，佢基本上係一個傳媒嘅王國嚟㗎喎。你講開傳媒呢，令我諗返起呢有本 magazine 呢個 cover 呢就有一個米奇老鼠的樣子、嗯、就有一個女仔叫 Acilia、嗯、Acilia Banks、是的，她又很神奇的，米奇老鼠頭呢、嗯、擠在女性的重要部位那裡、哦 okay、她張張相都擠下面還要拍大兩隻腳、哦、阿狗最喜歡的女人來的、這個、上次逼阿涵我開心一點 OK， 有什麼可以分享給聽眾呢，這麼開心的 Adam 你看到沒有，我就剛剛就想起其實呢剛才 Adam 你也有提過那個 Club 33、嗯、是其實呢原來呢 Club 33呢是在迪士尼樂園裡面，是啊，但是問題呢它不是公開給大家說、欸、我又去玩一下、啊、不得，它其實是一個呢、嗯、私人的club 嚟噶嘛，系啊，冇错、啊，要参加做会员噶嘛，冇错啊。嗯、有啲咩人可以咧？有啲咩人可以咧？你估下，嗯 ，MJ 有边几个人呢，系最出名嘅，又同传媒有关嘅，嗯，即系唱歌嗰几个噶啦，其实都系，系有 Britney Spears 啦 ，Christina Aguilera 啦，系仲有 Justin Timberlake， 系。喂，我知道 Tom Hanks 同 Tom Cruise 都系。你睇下，全部都名人嚟，名人都系 Club 33噶啦。你谂下，我又觉得佢哋真系唔会咁所谓咁童真啦，系咪入呢个 Club 33啦？同米奇老鼠做乜咁熟啊？但系我又 remind 紧一样嘢喎，就头先我 off mic 嗰时咧，同你哋两位倾过咧，你知唔知以前咧有啲叫做 Mickey Tears 嘅嘢 ？Mickey Tears 系咩咧？就系话即系啲代言人咁啊、嗯，就好似咩米奇老鼠会啊，咁啊摆咗一个嗰啲少年偶像啊咁样咧，去同佢 promote 啊成啊。咁原来 Britney Spears 啦。剛才阿狗都講過啦，講過三個啦 Justin Timberlake 啦，同埋 Christina Aguilera 啦，咁其實依三個呢都係以前佢十零歲嗰個時候呢都做過呢個代言人㗎喎，而我哋嘅即係啲音樂論嘅學者呢時時呢都覺得佢哋呢依三個呢，我諗嗱你知啦，佢哋三個嗰喺樂壇度都叫做順風順水啦，係咪咁，但係好多人都覺得呢其實佢係被人 mind control 咗嘅依三個人，是的，因為無獨有偶呢，好多人都話，尤其是阿 Britney 啦，同埋阿 Christina， 其實都話佢哋係咪有啲即係精神分裂或者精神失常啦，應該咁樣講、嗯嗯，或者佢哋好似係咪多重性格㗎咁樣、嗯、即係俾人就算直頭阿 Britney 有個前夫走出嚟話，哎呀佢好變態啊咁樣，講到佢即係好負面嘅。冇錯冇錯，所以 Walt Disney 咧開依一個嘅樂園啊，或者開始嗰個時候佢做依樣嘢咧，即係1920幾年、1930幾年嘅時候咧，開始去 draft 一個 Mickey Mouse 出嚟啊，或者 Minnie Mouse 啊，所謂嘅 cartoon character 嗰個時候咧，其實咧佢係好刻意做一啲比較上係同小朋友洗腦嘅嘢嘅。所以呢你見到呢，應該我哋慢慢第二節第三節慢慢拆解呀、啊、真係實在太多嘅性愛呀、啊、暴力呀、啊、即係你估唔到一個卡通片度會有個裸女嘅漫畫，你估唔到一個卡通片度會有啲男性嘅性器官，你估唔到忽然之間呢原來 Donald Duck 呢影相嗰個時候呢，即係呢個呢嘅指控呢唔係第一次㗎啦，有幾次或者 N 咁多次嘅指控呢，就話呢嗰、那個扮 Donald Duck 嗰個人咧，喺迪士尼咧涉及咗好多嘅非禮啦。咁當然啦嚇、啊，報咗警之後又不了了之啦。嗱，點解咧？因為美國迪士尼咧係有佢哋自己入邊嘅警察嘅。嗯。
啊，我谂大家都清楚，有佢就香港嘅 security 唔俾入添啦。开头嚟香港嗰阵，你记得啊？系啊，我记得食环署啲人话唔俾佢哋入，唔俾佢哋入去噶嘛，吓，好鬼恶噶嘛，系啊，好鬼恶噶嘛，佢哋系啊，好似成个 kingdom 咁噶嘛。咁所以咧，呢个咧唔到我哋唔承认或者唔觉得佢哋咧，嗱，头先我讲过下边有 underground 嘅 tunnel 啦。有好多嘅食肆啊、toilet 啊、restroom 啊，即係啲所謂嘅休息室啊，各樣嘢啦。我覺得係有咁嘅機會嘅，同埋咧，成個 kingdom 嘅話咧，其實佢每一樣嘢咧都係自己獨立咗咁樣嘅，即係好似嗰時我哋講方尖碑咧，梵蒂岡係啊，梵蒂岡咁樣，又係好似自己獨立咗咁。但係某一啲嘢咧，我覺得咧 ，Walt Disney 咧好聰明啊。點解咧？我諗如果為人父母咧，其實諗都諗唔到。頭先我講緊 Donald Duck 或者有啲嘅 cartoon 嘅 character， 其實呢如果你睇報紙呢，間唔中你都有見到呢啲咁嘅消息嘅。我諗前嗰排香港好似都有一單，都係喺 Walt Disney 噶嘛，就係話即係扮嗰個 character 就係好似佢掂到個女仔嘅某個地方或某度，我唔知邊個部分都唔記得咗啦。咁嗰個女仔又報警，又搞到一單咁嘅嘢出嚟咁樣。我上次去啊，俾麥奇老鼠推咗一下咯。哦，推啫。我推边度先？哇！乜你咁噶？推咗一下嘅正常人呢，我好肯定就喺后面咁拱佢背脊嘅啫。吓，大家睇下啦。基本上即系呢个就我哋都俾翻一啲嘅角度啊，俾翻一啲嘅即系蛛丝马迹俾大家睇一睇，究竟个乐园系咪真真正正一个小朋友嘅乐园啦？咁样。咁你又知唔知点解 Club 33？咁多个 number 唔揀要揀33。咁梗係知啦 ,Freemason 33 degree 啊嘛。最高层次啦。咁你就唔得 official 啦。official 唔係咁样讲嘅。咁你讲啲 official 嘅听下先。official 就话因为呢佢嗰个 Club 33嘅地址啱啱就喺嗰条街嘅街名嘅第33号。係喎係喎。咦係喎。我都见到。最吊诡嘅嘢呢就係。整个迪士尼乐园里面嗰啲设施呢都唔会有个独立嘅门牌㗎嘛。係啊。淨係得 Club 33係有嘅。冇错。係灰色门㗎嘛。執一条两条柱啊咁样喎。幾靓㗎喎其实都。係㗎幾靓样㗎。係咪好想去呢？但係呢亦都有啲人就话呢嗰个33呢可能係同开先嘅时候呢有33个嘅 investor, 即係投资者。有关嘅。有冇咁啱都係呢个数。你信唔信你信唔信我唔信。系啦，咁當然啦，最多啲陰謀論最多講嘅就梗係話佢和路迪士尼係33 degree 啦。係啊，冇錯。但無獨有偶喎，佢嗰個 logo 咧，即係雞乸咁大隻字33嗰個咧，又同 Freemason 嗰個又真係好鬼似。啊，絕對似添啦，係咪先？咁所以依個咧，嗱，如果講起 number 咧，我講翻，我諗大家如果聽開陰謀論啊，或者神秘組織嘅都知噶啦，其實 Walt Disney 個 logo 啦。你係喺前面睇又見到三個六，喺後面睇又見到三個六。其實呢有啲人就覺得嘩太對號入座咗啦，有啲人覺得哎唔似唔似，有啲人話咦係喎、哦、都幾似㗎喎。呢個唔好拗啦，即係你覺得似就似，唔似就唔似啦，唔緊要嘅。嗱點解呢？因為我哋第二 part 返嚟呢，我哋就會講咩呢？我哋講每一個電影或者每一個卡通嘅每一個 screenshot 啦，應係應緊第二節咧，嗱，等我開波先，就話翻俾每一個人聽，究竟每一個 shot 做咗啲乜嘢啦？我就 dump 咗 screen 嘅，咁我哋都擺喺個 forum 度，所以點解我會同大家講，今次你哋聽呢個節目咧，一定要開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完全嗱，淨係我呢個 post 啫，我記得我自己咧就好似 post 咗廿幾三十張相啦已經。唔計 YouTube， 我 YouTube 我都應該 post 咗成十幾個 YouTube 上去嘅，基本上，我諗大家都清楚㗎啦，阿金阿九啊唔使講啦，佢哋永遠都係最多料嗰個嚟嘅，我就 post 一個 post 嘅，佢哋 post 咦話好多個四五個 post 嘅，我拆開咗啫，同你洗版啊我哋，同我洗版啊 ，OK， 發現咗一樣嘢，除咗 Britney Spears 之外咧，喂原來 Madonna 同埋 Paris Hilton 咧，你又想講啊 ？OK， 嗱，原來 Madonna 同 Paris Hilton 咧。都系同 mind control 或者甚至乎同和路迪士尼有关系嘅喎，嗱唔紧要，呢、這个当然俾阿金讲翻啦，咁样，咁嚟咧之后咧，仲有一啲咩咧，就系话嗱，呢个咧就系小道消息嚟嘅啫，原来 Walt Disney 咧。以前呢係叫啲小朋友呢叫做 Uncle Walt 嘅喎，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啲咁嘅資料啦。原來佢俾咗小道消息啦，呢、這個當然嘅未正式，小道消息呢就係話呢佢原來呢佢有性虐待同埋戀童癖嘅習慣嘅。呢個會唔會又似 MJ 嗰隻俾人誣衊佢呢？係啦，呢、這個呢未正式嘅，
但喺我嘅資料顯示咧，有幾份資料都係咁講，就係話佢有性虐待、被虐待都有啦，被性虐待同埋性虐待啦，同埋呢一個嘅戀童癖嘅。所以點解佢會去起一個咁嘅樂園？佢畫公仔畫得好靚噶嘛，其實佢自己畫啦，或者甚至乎第一代嘅米奇老鼠咧，都係佢自己把聲親自配音噶嘛。咁當然啦，佢 run 到咁上下，覺得咦，原來美國人甚至乎全世界都受落咗呢一個嘅卡通人物喎。咁佢受落咗之後咧，佢就開始去 plan 點樣將呢個王國擴大啦。咁就有人咧就俾一個意見俾佢，喂，如果係咁樣嘅話，不如用你個名去做一個樂園啦，係嘛？做一個樂園令到開心啦。咁正正呢段時間咧，我頭先都講過啦，佢同 Crowley， 因為佢好俾 Crowley 去受影響嘅，因為 Crowley 只係一個玩黑巫術嘅人啦。其實咧 ，Walt Disney 咧都好深信黑巫術嘅，佢覺得咧呢個世界咧係存在黑巫術嘅嘢嘅。咁所以頭先我講過呢樣嘢就係話點解佢啲卡通咧都會滲入咗一啲嘅巫術啊，即係或者甚至乎一啲嘅比較上 wee 啲嘅嘢啊咁樣。咁呢個咧，我哋第二節翻嚟咧再同大家傾下。究竟每一个镜头，究竟每一段嘅卡通片，或者甚至乎一啲插图，有啲咩隐喻，有啲乜嘢关于性嘅嘢嘅话咧，唔好行开，翻嚟再同大家讲讲。Hello， 又翻翻嚟第二节啦。嗱，我哋第一节头先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迪士尼嘅卡通啦，或者系一电影啦，有好多一啲 subliminal message 啦。除咗系 subliminal message 以外嘅话咧，其实我头先都讲过啊，就系有好多啲真系你擘大眼睇完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咧好多好多一啲嘅啲男性嘅生殖器官啊。或者一啲嘅比較上係怪異啲嘅一啲東西啊咁樣。好啦，嗱，有一張海報得意嘅啦，所以咧點解我同大家都即係傾一傾講緊嗰個時候咧，希望大家開咗個 forum 出嚟睇。嗱，有一個咧就係、是、一個海報啦，粉紅色嘅，講緊米奇老鼠咧就係、是、呢個嘅攬住阿 mini， 即係 Mickey Mouse 攬住阿 mini 嘅，但係攬住嘅期間咧，原來佢條裙咧就係、是、你要睇清楚咧。原来正正咧就系、是、一个男性嘅生殖器官嚟嘅咁样。最吊诡嘅系阿 Mickey 只手揸住。系啦。最吊诡嘅就系阿 Mickey 咧就揸住个男性嘅生殖器官。系啦。咁仲有咧就系、是、一路即系、就是、拉落去嘅话咧，我哋睇到咧就系、是、一个卡通片啦、啊、官方就话唔系吸食可卡因，佢只不过咧系闻嘅花嘅味嘅啫咁样。咁呢個呢大家可以即係睇一睇啦，咁咁仲有一個呢就係、是、有一個兩隻老鼠啦，但當然梗係唔係 Mickey Mouse 啦，兩隻老鼠喺個沙甸個罐嗰度呢就坐咗喺度嘅，但你後面呢你就見到呢一張裸女嘅相呀咁樣。咁呢啲呢好多呢古古怪怪嘅，完全察覺唔到啊，可以咁講啊，基本上真係比較上係要几黄色添嘅，同埋真系呢样嘢系咪先？你讲开 poster 咧，我又有两张分享下。好啊，我见到阿狗系蠢蠢欲动咁，想快快讲。系啦，阿狗你好大沓呢啲咁嘅相，分享一下。做 research 有努力过噶，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好辛苦嘅，你知唔知睇咁多呢啲？知啦知，快啲快啲。嗱，有一张咧就是、Lion King 嘅，咁咧就话有个太阳喺下边啦。咁、啊、有啲即係陽光散射出嚟、嗯、但係個天空上面呢就好似有啲雲嘅物體呢，咁、嗯、就做整咗一個獅子嘅樣嘅，咁啊低一隻眼啦，呢、啊這個好 symbolic 啦，都不特止喎、啊、如果呢將佢有個鼻嗰度呢就咩少少三角形咁樣嘅，咁、嗯嗯、有啲人呢就即係畫咗兩筆之後呢就更加似啦、嗯、就好似呢一個裸女呢穿住條底底、嗯、但是背面咁樣好誘惑人咁樣企咗你前面咁
咩嘅。冇錯 ，OK。好啦，咁之後咧就到我咯。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卡通片咧，叫 Mermaid 啊。咁 Mermaid 咧個封面咧就係、有一座咧好金碧輝煌、金黃色嘅一個嘅堡壘啦。但你睇清楚堡壘嘅中間咧，我諗我哋都要圈住埋放大咗嘅。咁就係咩呢，都係一個嘅男性嘅生殖器官嚟嘅。咁仲有呢 Lion King 呢，頭先阿九講過啦。咁 Lion King 呢有一個呢，其實呢就係、講有個佢隻獅子呢就即係坐喺個懸崖嗰度啦，都繁星啦。然後睇返個繁星嗰度呢，有人 highlight 咗呢係寫住個 sex 嗰個字㗎 ,sex 嗰個字㗎。但係呢度我又有另外一個故事可以講下。好啊，講嚟聽。就話呢這個、呢一個咧就真係咧係迪士尼特登加落嘅、但係就話原來咧係代表 SFX 喎，亦都有 SFX 啊，話佢係其中一個特效嘅部門，即係話其實咧畫呢啲漫畫嗰啲人咧，都好中意咧將自己啲 signature 啊，就擠落去嘅，滲下滲下，咁有一個講法咧、就係、是、SFX 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似 SEX 多啲咯 ，SEX 係嘛？我覺得 SEX 多啲。係啦，咁大家又可以參詳一下，睇下似啲咩。因為其實咧，如果就係講 SEX 呢三個字，都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哇，好多嗱，或者我再分享多少少啦，就係、是、Disney 咧有出卡通片叫 Tango 啊 ，Tango 咧有個封面咧就係、是、嗰個女仔咧就用咗一把頭髮，嗰把頭髮比較上長啊，就。即係綁住呢個嘅男主角啦，咁、那個其實咧、那個綁嗰個位咧，圈住男主角嗰個位咧，又 highlight 咗出嚟咧，有個 sex 嗰個字出咗嚟嘅。點止啊？仲有一個男性嘅性器官添。係咩？係啊，就係咧嗰個女仔咧個手啦，同埋嗰個頭髮有兩個圈，仲有嗰條好長好長嘅頭髮綁到男仔嗰邊咧。其實都可以畫到一個性器官出嚟。哇！我又睇唔到。佢睇到嘅。你睇到。淨係得我睇到，唔係啩？我睇唔到啊。唔緊要，我有張 highlight 咗，又會製成方俾大家睇。好，仲有咧就係 Little Mermaid 啦，咁就係嗰個嘅主教啦，就企咗喺度啦，咁就佢係做一條褲，咁咧。嗰條褲咧，佢就畫咗出嚟咧，就係、是、唔知點解咧，就突起咗。邊度突起啊？佢下邊男性重要部位咯。係啊，佢下邊嗰個嘅。唔使咁尷尬嘅。佢下邊嗰個嘅男性嘅生殖器官嗰個位咧，就唔知點解就無端端就突起咗啊！但係咧，迪士尼亦都有解釋嘅喎，呢、這個就話：哦，唔係膝頭哥嚟啫。係。但係又點解嘢好遮唔遮遮到啱啱好喺嗰個位嘅膝頭哥喺嗰個位嘅咧？我都想知道。當然佢有後面咧有啲有幾有，因為嗰、那個嗰、牧師啊，係、啦，其實即係連貫噶嘛，咁後面嗰度咧都睇到，哦，佢個膝頭哥真係突嘅，咁但係咧之前咧佢明明係平嘅喎，無啦啦講講下嘢會變突嘅咧，就好神奇啦，我又覺得。O、okay, K， 你有冇見過啲主教咁樣啊？冇咯，我都唔翻教会嘅，冇、见过。我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迪士尼咧，前嗰排咧有一套卡通片叫《Gravity 51》啊。咁《Gravity 51》咧，其实咧佢嗰个封面咧就呢个就唔需要话咩 subliminal message， 就摆明噶啦，基本上就系、是、真系个金字塔入边有个 All Seeing Eyes 戴住顶帽咁样，咁有好多 symbolic 嘅嘢咧，你大家可以参详下啦咁样。好啦嗱，咁其实咧喺 Walt Disney Picture 咧嗰个嘅画面嗰度咧，亦都有好多一啲咁嘅 subliminal message 噶。大个三角形咧，大家都睇到，因为我都 post 咗上网啦。咁中间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嘅六芒星嚟嘅。咁喺六芒星嘅细三角形咧，就两边都系等边嘅52度啦。咁同埋中间咧有个 gate 嘅，咁当然大家知道叫 Golden Gate 啦。Golden Gate 最上嘅话咧，其实咧就系、Eyes of Horus 嚟嘅。咁當然啦，側邊咧佢都有寫咧，就係話佢有個天狼星啦，同埋 Osiris 啦，咁呢啲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即係參詳下啦。咁仲有咧就係、佢有兩個神啦 ，which is 係即係 worship 翻呢個嘅太陽神啦，同埋月亮神啊咁樣嘅。咁呢個你可以大家可以即係再去睇睇啊咁樣。好啦，咁仲有咧就係、有一個即係 cap screen 啦，咁呢個都比較上出名嘅。咁如果咧大家咧見開。或者係聽開呢個嘅陰謀論啊，或者神秘組織嘅話咧，咁有張 cap screen 咧就係、關於唐老鴨嘅，後面又有張 poster 啦，叫做 poster 啦，有 note 咁樣啦，
就寫住咧 ask about Illuminati 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唔可以唔信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正正就係話唔可以話咁啱得咁巧啊，基本上就全部嘅嘢都係同666啊、撒旦啊、即係 Satanism 啊、暴力啊、性愛啊、神秘組織啊，全部嘅嘢都係有關嘅喎，係咪啊？咁係啊，有一張咧，直頭咧係阿 Goofy 揸住個滑板咧，嗰度有隻惡線蟻。係啊 ，Goofy 嗰張咧，我直頭睇埋個 movie 咧。佢直头咧系除咗个滑板后边有个 Icing Eyes 嘅话咧，个卡通片咧就系讲佢个碌就甩咗嘅。咁个碌甩咗咧，咁 Mickey Mouse 系甩碌啊，真系。咁 Mickey Mouse 咧就帮佢去整翻个碌，但系好奇怪一样嘢咧，佢嗰个丝帽啊，佢攞翻个丝帽咧，佢转翻入去嗰个时候咧，我谂大家都冇见过个丝帽系三角形嘅啩。佢个丝帽系三角形嘅丝帽嚟嘅，我 post 咗个 YouTube 喺个 forum 度啊，你大家可以睇睇。喂，你哋讲开 sex 呢样嘢咧，你知唔知咧？其实咧，麦当娜就系迪迪尼咧，本身个 sex slave 嗰个表表姐嚟噶。系。系啊，因为佢嗱，佢而家系卡巴拉最高个祭司啦。系啊。但系当年咧，佢都系迪迪尼训练出嚟。佢踢咗 Tom Hanks 入会啦嘛？你上一集讲。系啊，你记唔记得以前迪迪尼咧有一套戏咧，系一个即系探长系列叫迪克探长 Dick Tracy 有黄色噶嘛，黄色光湿褛啊嘛，黄色帽啊嘛。边个做女主角啊？就系麦当娜。做麦当娜咯，系啦。原来嗰阵时咧，摆佢喺呢一套戏入边咧，其实嗰个象征意义就系佢系一个血嘅制品嚟。哎呀，即系证明上次我哋讲紧 NBA 嗰个时候咧，马密热火嗰个嘅精神按摩师咁样，又系变咗一个血制嘅嘢啊！咁样好啦，仲有讲咧，头先我谂第一次都有讲过咧，就系话有一件 T 恤啦，嗱 M K 咧，可能我哋比较想敏感啲啦，就谂起 M K Ultra 啦，就真系咧个 T 恤嗰度就写咧 I love， 我谂系代表 love 啦，因为系一个 Mickey Mouse 个 logo 啦吓，咁红色噶啦 ，I love M K 啊咁样。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都 post 咗两张相喺个 forum 度咧，就系、是、关于咧，我谂嗰时我谂我同你哋细个咧都有玩过啲机动游戏啦，即系抌一蚊落去咧摇下摇下嗰啲咁样咧吓，咁就好奇怪嘅。呢只机动游戏咧就系、是、当下晚啲机动游戏一个头梗系向住前面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嗰只机动游戏咧就好奇怪地咧就调翻转嘅，就望住踩嗰个人嘅下体嘅，即系 no matter 你系一个男仔又好或者一个女仔又好啦，你骑上去嘅话咧，其实个头咧就对住你嘅下体嘅，基本上。咁呢个真系一个好奇怪嘅一个，仲要坐就坐咗喺个肚腩，好鬼核突嘅真系吓。系啦，你讲开唐老鸭咧，我又谂翻起咧有段片咧，就讲佢咧原来会讲教啲教坏细路啊，真系会讲嗰啲 F word 嘅。你哋有冇留意咧？除咗 sex 呢样嘢咧，迪士尼咧嗰啲卡通咧，其实好强调一样嘢咧，系单亲家庭噶。有嘅，系啊，嗱，譬如好似小鹿斑比啊、狮子王啊，头先阿狗讲狮子王啦、或者 Nemo 啊嗰条鱼啊、或者灰姑娘又好，白雪公主又好，都系单亲噶、哦。咁其实会唔会反映咗咧？佢哋都系想即系透露一个信息出嚟，就系、是。大家其实单亲冇所谓嘅，经过改造就得噶啦。系啊，记唔记得咧？我上一集都有讲过咧，某一啲宗教咧住中意钉住一啲乜嘢啊？就系、是、一啲伤失啊、精神嘅冇依靠啊，同埋个人咧系好 depress 啊，即系好唔开心啊嘅人啊，咁样噶嘛，系咪先？同埋佢哋好想宣扬咧，就系、是。爸爸媽媽唔重要啊，或者係要反抗屋企啊，離家出走啊，呢、這個真嘅，嗰啲咁樣係啊，所以咧，你見到咧，其實有咁多啲咁不良嘅信息嘅話咧，其實點解佢哋個出發點係咩咧？就係、是、正正我第一節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將呢啲咁嘅信息，如果將一啲咁嘅性愛嘅信息，或者將一啲咁嘅咁不良嘅信息咧，灌輸入我哋下一代嘅話咧。其实真系几唔好嘅，因为咧好多时啲嗱，如果唔听我哋依一几集嘅话咧，即系我谂啲听众或者一啲家长咧，都话我哋好似傻傻地咁啊，系咪先？即系话哇，唔系啊嘛，你哋讲个迪士尼咁鬼邪恶嘅，讲个迪士尼咁黑色嘅咁样，但系你哋有时尝试下，即系时都咁讲 ，open your mind 去接受一下啲，即系真系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咧，你就略知一二嘅。系啊，嗱，或者我讲啲唔同角度，睇下大家又点谂啊。系嗱，譬如我举例，泰山，哇，叫人光秃秃咁食为酒，系系咪先？嗯，好啦 ，Cinderella， 嗯，叫啲小朋友过咗十二点先好翻屋企。嗯，小木偶
讲咩嘅？讲大话。嗯。教啲细路。嗯。话阿拉丁仲衰，叫你咧信个贼啦，咁啊，仲要呃埋咧，讲大话不得止，仲要走去呃女仔。OK。系啦 ，Snow White， 哇，呢、這个淫贱少少。点解咧？Snow White 又唔贱嘅，点解嘅？即系个小矮人啊！冇错啦，同七个男人住埋同一间屋，你话几恐怖啊？你歌仔都有唱啦，咪系啦，你唔系谂住唱嘅？我唔系，咪啦嗱，即系呢啲真系观点与角度，但我觉得好邪恶咯。不过狗啊，你讲开小木偶，其实佢本身呢套卡通片咧，即系我指迪迪尼版本嗰个卡通片嘅小木偶，佢带咗一个炼金术嗰个意思出嚟。嗯嗯，因为佢系讲紧系将一个生命渗入一个木制嘅公仔入边啦。其实呢个咧，本身咧，我会 cut 翻啲图俾大家睇。但系本身佢想讲一样嘢，就系 Mason 里边嗰个终极目标，其实系要自我肯定、自力更生同埋自我改造三个精神。好多时全部都是一个自己引发出来的东西的嘛，就是不需要靠屋企，好像刚才阿九说的了，我不需要爹地妈咪，我不需要家人，我是要自己很自立，去很独立，很自我去做一些东西的嘛。刚才我讲漏了一些东西，就是什么呢？除了刚才一些 subliminal 的东西的话，有一包糖，即我都 post 在一个 forum 上，就叫 concert candy。 那他说就说他的 candy 呢，就好像一个吉他和 microphone 的 shape 的，但你看到呢这个 shape 呢，亦都系好似一个男性嘅一个生殖器官嘅，啊，咁呢个真系几核突嘅，因为咧点解咧？嗰个糖咧其实系肉色嘅个糖，哦，系啊，其实个糖系，仲要颜色都跟埋啊，佢真系好不避嫌嘅噃。啱啊，九食，我想补充翻咧，其实小木偶咧嗰个名咧 ，Pinocchio 咧，其实可以拆开嘅，哦，咁 Pino 咧 ，P-I-N-O 系松果，松树啊嘛，系。桥咧原来系解眼睛噶，咁，大家有冇联想先？松果体，松果体同埋 O-C-N-I 啊，哦，其实佢每一样嘢咧，佢做出嚟都系有一个意思喺度嘅。睇下你哋会唔会？我哋系啦，我哋信唔信咁解？系啦，亦都会唔会 find out 到？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喺美国啲迪士尼咧，其实咧佢哋都比较上暴露啊。点解我会讲下暴露咧？你都知啦，其实咧即系有时香港迪士尼又好，或者其他迪士尼都好咧，啲真人噶嘛，去扮一啲卡通人物噶嘛。但喺美国嗰边咧，其实咧佢扮啲卡通人物咧，例如系个美人鱼啦，其实美人鱼你知始终都系一个所谓嘅乐园啦，好多小朋友噶嘛。其实咧，佢哋只系用咗两个所谓叫椰子盖咧，去遮掩咗女性嘅胸部嘅啫。咁其实咧，后即系上身咧，其实系全部系即系 naked 嘅。其实系啊，美人鱼都系呢个唔听屋企话嘅代表嚟噶嘛，系嘛？系啊，因为叫佢唔好接触外间嘅世界，唔好出去即系远离嗰啲水噶嘛，因为仲有冇其他？因为你嗰啲料都几得意喎，真系观点与角度系啦系啦。仲有冇其他啲故事嘅隐喻啊？即系例如仙巴啦，仙巴又系离家出走啦，但系咧再加少少暴力嘅成分，就系佢个阿叔咧系杀人噶嘛，因为杀咗佢爸爸噶嘛。系啦，即有啲 violence， 其实咧佢系渗咗喺里边。所以咧，我觉得咧喺迪士尼咧嗱，如果即系太卡咧。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去或者不要接受这样东西，但我都想即藉着这一集呢，去给一些不同的时候都讲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看，究竟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东西真的在我们后面发生着呢，而真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那这个呢，我想大家都可以值得去慢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去看一下究竟这个所谓的乐园啊，或者所谓的真的老少咸宜的一些卡通片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 subliminal message 出来咯。我觉得他最 subliminal 那些呢，反而是那些公主的角色的定型。OK。你想想现在不是为什么这么兴叫公主病先的。还有啊，记不得你讲公主呢 ,remind 我啲乜嘢 ?remind 我呢，记不得我哋上一次一个集呢讲皇室的话呢，正正有一个卡通片的片段，就是皇室那个的这个阿 K 的妹，阿 K 不是阿 K 的妹，同埋一个着衫嗰度系啦，咁点解会真系咁啱嘅咧？颜色甚至乎个形状都系一样嘅。系啊 ，Kate 同 William 都一样噶，嗰只颜色系啊，真系。所以即系有啲嘢就系话吓，真系我哋一路由第一集照而家阿金阿九，甚至乎我都系咁讲，点解每一样嘢都系叫咁啱得咁巧啊？系咪先？你讲开嗱，头先讲公主啊，或者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有冇谂过？头先讲开又讲咗少少暴力，其实白雪公主都好暴力噶，系嘛？系啊，你有冇谂过咧？佢其实宣扬过一
宣人紧呢啲信息就话你靓咧，靓到招人妒忌咧，系会人哋会嚟杀死你嘅。嗯，话呢啲仲唔系令到啲人诶、哎、自以为好靓嗰啲咪成日提心吊胆？又或者佢就算系白雪公主呢个角色啊，佢、嗯、都觉得系我样样嘢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靓，同埋佢终身嘅目系啦。最终身嘅目标咧就系、是，诶，搵个男人嫁咗佢就生活美满幸福啦。OK， 本来个故事大纲就是一套卡通片嚟嘅啫，但系经阿九讲完之后咧、嗯，原来唔系经你讲完，应该咁讲，即系阿九描述翻出嚟咧，原来背后嘅含义咧，都系有一啲系真系负面嘅影响嘅。我反而咧谂到光明会嗰个理念咧，其实佢本身佢 M K 人哋佢都系想人哋做个空壳啫嘛，好似阿嘉嘉咁啫嘛，系一个傀儡咯，系咯，啱啊，跟住塞佢想要嗰啲理念入去咯，冇错冇错。系啊，跟住个王子又点噶？王子梗系要有钱啦、嗯，出名啦，系靓仔啦，即系叫人哋贪慕虚荣啦。系啦、啊，男仔就要咁样样喎。嗱、嗯，角色嘅定型嚟嘅，嗱，女仔就要靓，系男仔就有钱，系系啦，系、啊、好啦，到呢个睡公主啦，系睡公主就喂你讲晒出嚟喎呢啲，因为你我见到你好多料喎，关于一啲即系每一个故事或者每一套卡通片背后个隐喻喎，系嘛？是啊，其实咧嗰条大桥都差不多嘅。嗱、嗯，睡公主咧就仲衰。嗯，睡公主都有啲衰嘢嘅，就系话点样样嘅咧？你记唔记得睡公主嘅故事系点嘅？记得点样嘅？咪就系个公主哦，受诅咒噶嘛。嗯，跟住咧就瞓，即系睡瞓着咗啦。最尾有个王子嚟锡佢一啖，就醒翻啦。咁样，嗯。但系你有冇谂过，佢而家宣扬紧呢个信息就话，求其有个人埋嚟啜下你，跟住你就嫁咗俾佢噶咯。中间系冇桥段解释过嘅，就系嗱，如果男性嗰方面咧，就可能咧又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后啲女仔瞓住，拨落去都得嘅喎，原来咩叫拨落去？拨落石落去。哦，拨落去即系叫石落去啊？系啦，我哋叫拨落去啊。系啦，拨。哦，嗱，跟住又或者阿拉丁啊，嗯、阿拉丁嗰个女主角啦、啊，佢又系好反对咧，命运嘅。嗯，最尾佢又点啊？嗯，离家出走啦，又系。离家出走系啦，跟住阿拉丁走噶嘛。嗯，但系你讲有啲公主其实咧，佢都系 emphasize 个继母去害佢。系啊，除咗单亲以外嘅话咧，其实冇一个你睇翻呢样嘢咧，其实嗰啲剧情咧或者背后嗰、那个样嗰、那个 background 咧，系冇一个完整嘅家庭。你觉唔觉得冇完整家庭嘅？全部都系一系一都系阿妈，一系得爸爸咁样。系啊，点解唔得意嘅咧？真系，但系佢哋嗰个结果咧，嗱，当然啦，呢个始终都要符合呢个嘅大众嘅需要啦，大众嘅需求啦。即系每一次你都知噶啦，喺美国嘅片度，每一次嘅结果都系大团圆结局噶啦，系咪先？但系调翻转咧，大家试下谂下咧，个背后个 background 啊，个背景点解每一次都系一啲唔系单亲就继母，唔系继母咧就系绝对咧系宣扬一啲嘅好独立嘅意识啊咁样咯。嗱咁啊，头先讲 Cinderella 啦，咁啊，梗系要讲下佢代表啲咩性格啦，系咪？嗯，大家谂唔谂到咧？懦弱。No。系咩啊？就系话，就算你条生活条件有几差，都唔紧要噶，最紧要你靓，同埋搵到有个有钱佬，又系靓同有钱，即系嫁个有钱人，冇错啦，咁、就搞掂啦。咁当然啦，今次个王子都系嗰几味嘅啫，有钱、出名、靓仔又 charm 嘅。都系嗰啲，其实佢嗰啲角色定型系每一次都一都系咁样嘅。我想问一下个仙子个定型系咩？因为好多时候都会出现噶嘛。magic 咯，头先你不嬲都讲紧嗰啲黑魔法，其实嗰个三个啊嘛，佢有三个嗰个咩仙子，咁又或者可以又再讲下特别啲嘅，头先讲不嬲都靓靓仔啊嘛，头先阿金又猛问啊，咁 Beauty and the Beast 有冇啊咁样嘅，我又同大家又分析下另一个角度啊，嗱、佢又乖鸡啲嘅，头先嗰啲都俊男美女噶嘛，讲开啲配搭。呢、這个摆明啊，讲嘅有咁核突噶啦，仲要成只野兽咁嘅。佢所以咧，但系佢画得几得意嘅嗰只怪物。O K， 嗰只怪物有角噶。嗱，佢又宣扬咧外貌就唔紧要嘅，最紧要嘅内心。嗯。不过咧，就只适用于男性嘅啫。嗯。即系女仔就外貌要紧要啲。系啦。O K。同埋咧，佢咧就竟然咧，另外一样嘢就话，就算嗰个男人有啲变态、有啲暴力咧，你都要继续。坚持在这个关系里面。哇，这些是不是 ?Sex slave。是啊 ,Sex slave。这些基本上这些价值观真的完全不要得。即是总之个男人是
几变态都好啦，或者甚至乎佢唔系对你一个老婆啦，佢对你一个好似头先阿金话斋个性嘅奴隶都好啦，你都继续坚持落去咁样系嘛？系啦，佢即系大家个角度啦，系咪先？观点与角度嚟嘅呢个就冇错系。但我知好多父母都会俾小朋友睇啲迪迪尼卡，唔系冇办法啊，因为大家清楚都知道一样嘢，迪士尼俾人嘅感觉系老少咸宜，系完全系冇问题嘅。但系当我哋讲咗呢样嘢之后咧。更加睇咗一啲即係 capital 啊或者啲 video 嘅话呢，大家去諗下啦，但当然我哋唔係绝对係一定要咬实，就係话呢啲係唔好，但係俾一个角度俾大家去分析下，究竟而家你哋身处见到嘅嘢係咪真係见到嘅嘢呢，咁呢个你自己去即係思量下囉。好啦，我哋第二节时间差唔多啦，返返嚟第三节再同大家倾过。好啦，又返返嚟最后一节啦，第三节啦。第一节同第二节呢，我哋讲咗即係 Walt Disney 入面一啲嘅卡通呢啲插图啊，或者啲 subliminal 嘅嘢啊，更加一啲嘅真係一啲真係几三级四级嘅嘢啊，都同大家分享啦。但係阿九啊意犹未尽喎，仲有嘢想同大家分享喎，阿马九。咁冇咁多级别嘅，我哋呢啲好一级嘅，跟住落嚟嗰啲好一级噶啦，系大家放心。O K， 定系会转台咧 ？O K， 你讲一级嘢，转咩？转英文台？唔系你可以一级嘢都讲到三级噶嘛？喂，咁劲，咁犀利，我都想我靠我口技。啊，头先咧就讲好多即系画面上嘅嘢啊，而家咧我又想分享一下啲嘢，关于呢个即系唔系画面上嘅嘢啦，听觉上的，即系 audio 啦。头先你分开 video， 而家升咗 audio。咁咧就嗰啲几多级嗰啲我唔讲啦，咁啊讲下佢哋其实咧每套嗰啲迪士尼嘅卡通片咧，咪有首主题曲嘅。其实主题曲我都觉得佢其实好有都有啲嘢系嘛。OK，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系啊，例如讲下呢个《风中奇缘》先啦。咁佢嗰首歌咧有首叫做《Colors of the Wind》，好听啊，好听啊，好听啊。但大家有冇留意歌词啊？《Color of the Wind》。冇錯，其實佢係講緊咧，所有嘅嘢咧都有，都係有個生命嘅，即係無論係樹啊、石頭啊、任何一個生物啊，都有生命體嚟嘅，都有 spirit， 都有一個靈魂嘅，靈魂係啦，都有一個生命嘅，似唔似好 New Age 咧？其實佢成個嗰套戲裏面都有好有象徵意義嘅，哎呀，唔覺意又想講呢三級嘢添，都話你聽啦，講嚟聽下啦。因為佢嗰套片裏面咧，你記唔記得一個樹精嘅婆婆啊？佢成日都有乜嘢咧，就要去問嘅。其實咩精啊？樹精係棵樹成日同棵樹傾偈噶嘛，係啦。咁佢成日都同佢溝通啊，即係有一個好大嘅智慧咁樣樣噶嘛。係啊，但係咧，當佢咧冇咗個樣嘅時候咧，咁亦都有個講法話佢係似女性嘅外音。似女性嘅咩话？女性嘅外音哦，系啦，大家又系咪我谂多咗咧？我头先话咗唔讲有个，都系忍唔住，对唔住大家。唔系，但咁突然间谂起，咁我话梗系同大家分享嘅啦嘛，有好嘢系咪先？系啦，咁另外一首歌咧就喺阿拉丁嗰度，阿拉丁嗰首《A Whole New World》哇，净系个名，哇，呢个 New World Order 即刻系啊 ，Whole New World。是啊 ，A Whole New World， 即係佢係講 A Whole New World，OK，、okay. 一個新世界咁樣樣啦。又話我會I can open your eyes 啊，即係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啊，咁樣跟住又有一個咩咩魔尖啊，即係嗰啲飛尖啊咁樣樣，帶你去睇個全新嘅新世界啊，咁樣諗下呢啲咁嘅意境。又有魔尖嗰啲飛尖咧，係咪好 magic 啊？又其實你講到嗰兩樣嘢咧。都可以歸類為 Gnostic 的一種派系思想。 Gnostic 這個教派其實跟共濟會的關聯都大。跟著又講下 Lion King、Lion King 有獅子王就真的出了名的了，是啊，有 We Are One， 有一句就說、Or am I just one part of some big
plan？ 咦，會唔會係類似嗰啲靈魂多元體咁樣？即係好多靈魂合埋變為一個靈魂嗰個思想啊？點話？定係我係咪其中一個大計劃裏邊嘅其中一份子咧？又話 One Family Under the Sun。One family under the sun， 太陽崇拜係啊，其實佢即係成個歌詞基本上都係呢啲嘢嚟嘅。頭先講過幾首歌係特別多咯，我覺得，所以都同大家分享一下首歌，我就會擠翻上去嘅，都幾好聽嘅其實。不過又唔知道會唔會好似我哋之前嗰啲荷里活嗰啲歌名會嗰啲歌仔咁樣，又係聽得多會上腦嘅咧。也都有機會㗎，但係真係 Color of the Wind 咧，即係咁多隻啦，迪士尼真係 Color of the Wind 係真係好好聽嘅，真係嚇呢個一啲 all time 嘅。讲开咧歌仔，跟住又可以讲下大家有冇留意？其实成日都有公主啦，我哋第二节嗰阵有讲，原来迪迪尼咧呢期咧又有新公主，除咗十个嗰十个嘅官方嘅公主以外咧，而家有第十一个。吓？咦？都不特止嗱，之前嗰十个全部都系大人嚟噶嘛，即系少女啦、妙龄少女啦，系嘛？而家呢个公主咧，细路女嚟噶。咦？几岁大嘅细路女？咦？叫 Sylvia。O K， 几岁大啊？系啊 ，Dan Brown。咦 ？Dan Brown 啊，同埋十一我谂。系咯。咦？真系咁多嘢可以紧扣一齐，唔通真系？喂，讲嚟听下，讲嚟听下。系啊，佢话而家咧，我哋就设计咗一个新嘅公主啦。咁咧，佢就主要咧就喺迪士尼频道，同埋 Disney Junior 嗰度就播嘅。咁佢哋嘅 target 咧，就系二至七岁嘅小朋友。哦，二至七岁嘅小朋友，系啦，哇！呢个摆明系真系由细至大洗到你脑啊，真系。其实有一个统计咧，话由二至八岁咧，其实大部分有诶，应该咁讲，有97% 嘅小朋友都识迪士尼，绝对啊嘅卡通人物，绝对啊。头先阿九咧讲到音乐呢样嘢咧，我想。講一講一件事，其實都跟迪士尼有關的。你們知不知道1996年的萬聖節呢，迪士尼推出了一張大碟，叫做 Black Acid Devil。原來這張呢是玩重音樂、重金屬和搖滾樂的大碟啦，即大賣啦。當中呢它包了很多性啊、死亡啊的黑暗畫面，和對魔鬼的崇拜，但是由迪士尼推出的。但是迪士尼它否認了這個是魔鬼崇拜，但是当中的、producer 咧，即系个制作人咧，佢本身个名咧叫 Glee， 点样叫 Glee Desi，其实个 Desi 咧正正就是代表迪士尼嘅，但系呢个人咧，佢咧就话其实有一种讲法咧，咁样讲嘅 Black as a Devil 咧，其实咧会唔会可以睇成 Black as a Devil 咧？系 ，OK。咁同埋咧呢一、這个Glee Desi 咧，佢1996年去推完呢只碟之后咧，佢又搞咗一个小型嘅歌唱会啊，咁咧就顺便庆祝埋呢个万圣节啦。你知唔知嗰个门票个售价系几多钱啊？嗱，$666。$6.66啊，啱啊 ，Adam 你講得。咁正正咧，我想帶出一樣嘢，原來迪士尼佢根本都係有一個魔鬼崇拜嗰個理念喺度。哎呀，所以我諗嗱，有啲人咧，即係我諗我哋都即係播咗一段時間啦，有啲人就覺得。喂，你哋即係會唔會諗多咗啊？會唔會太陰謀啊？即係我諗我哋咧，其實每一集咧都用啲好客觀，或者去用一啲我時都咁講唔同嘅角度，俾大家去參詳去參考一下，究竟我哋講嘅嘢其實會唔會係 valid 咧？即係會唔會成立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其實喺即係都同大家想分享一下一樣嘢咧，就係話當我哋喺一個嘅即係搜集資料嘅過程之中咧，其實咧我哋自己本身有少少不寒而慄嘅。點解咧？我頭先都講過咧，就係話。每一樣嘢，頭先阿金都有講咧，就係話忽然之間阿九講嗰樣嘢咧，點解我哋又忽然之間又諗起一啲嘅Dan Brown 嘅嘢啦，或者甚至乎我哋講 Castle 嘅嘢咧，又忽然之間又諗起我哋上一集講緊嘅嘢啦，或者甚至乎好似頭先我講一啲和迪士尼嘅卡通片啦，即係聯想起就係呢個嘅我哋第二季嘅第一集啦，講起皇室啦，英國皇室嘅嘢啦咁樣。所以其實咧呢個世界咧講每一樣嘅神秘組織嘅嘢嘅話咧，其實都係好似一個環環咁樣緊扣住，一環一環咁緊扣住嘅。所以咧好多時咧就係當如果大家係即係俾啲心機去睇去諗嘅話咧，其實你知道我諗不下就係來來去都係嗰幾招啊，十招八招嘅啫佢哋。但係咧估唔到咧就係話我哋生活喺我哋嘅世界入邊咧，原來咁多我哋接觸緊嘅嘢咧，佢哋都係有份。
都是去做緊一啲佢哋嘅理念咯。係啊，你講開世界咧，令我諗翻起一單新聞啊。好，其實係舊年就七八月度啊。你有冇印象咧、嗯？連北韓嘅金正恩啊，嚇阿肥仔，係啊，阿肥仔都睇迪迪尼嘅表演喎。嚇！但係當然佢就唔係去咗美國睇啦，佢就梗係叫啲老翻嚟自己北韓度跳啦。係啊，但係有一種講法咧，就話嗱，其實北韓大家知道很封閉嘅咧，點解會引入啲咁嘅嘢咧？其實係咪阿金正恩咧，正正就係想咧用迪迪尼咧嚟控制佢哋人民嘅思想，有 mind control 啊？冇錯，其實想引進 mind control， 同埋佢係控制小朋友。但係調翻轉嗱，又咁睇喎。我諗如果啲聽眾聽到你依個嘅理據咧，調翻轉會咁講啦，就係其實北韓一出世已經係 mind control 咗啦。你諗下。即系我有一次嗱，嘥啲咁讲啦。有一次咧，我记得咧，我睇纪录片嘅，就有一个眼科嘅，我谂眼科嘅医生，咁有个飞机你知啊，奥比斯啦，奥比斯就飞咗去北韩咧。你知北韩其实眼疾咧都系比较上紧要嘅，由细个三岁至到老嘅，去到八十岁咧，都个眼疾都好紧要。我睇嗰个纪录片咧，就系话，即系你都知其实。佢嗰個飛機入面有埋手術室噶嘛嚇，咁、佢就唔喺個手術室嘅，我記得個佢嗰個紀錄片就係去咗當地一啲嘅政府醫院，但係嗰啲醫生咧就係奧比斯啲醫生嚟嘅，多數都係青光眼啊，或者可能係啲嘅白內障啊嗰啲咁嘅，即係醫得好嘅啦嚇，唔係嚴重嘅啦，咁可能一啲就即係全失明啦，有啲就係一隻眼睇唔到啦咁，咁一段時間咧，即係過程其實影曬出嚟嘅，點樣做手術啊，點樣醫翻佢哋啊咁，又係咯一個。大禮堂啦，咁醫曬嗰啲人咧，咁啊嗰日咧就一齊去拆繃帶啊咁樣，一拆繃帶咧就個個都好開心啦，係咪先？即係哇！我睇翻嘢，有啲就單眼就即係全兩隻眼睇到啦，有啲就全失明兩隻眼睇到啦。但最奇怪嘅一樣嘢就係、是，當如果普通人嘅，梗係攬住個醫生啊，哎呀唔該曬你啊，定係攬住個醫生啊，多謝個醫生啊，佢唔係走到去金正日嗰張相嗰度咧，就係、是、多謝佢嗰個國家領導。反而就唔係多謝個眼科醫院，又或者眼科醫生啊咁樣。即係可想而知咧，就係北韓啲人一出世咧，其實頭先阿金都話齋啦，其實唔需要 mind control， 基本上佢哋意識上咧已經係覺得，因為共產國家永遠都係佢個國家嘅領導人就係佢個父母啊嘛。佢自己嘅親生父母咧，其實喺佢個理念或者喺佢個 understanding 咧。其实唔觉得系啲乜嘢，系啦，唔觉得啲系咩嘅。咁你讲起呢个理念，就正正系我哋第二节讲迪迪尼嗰样嘢咯。啲卡通点解成日要单亲？冇错啦，所以你见到咧，嗱，如果你唔讲咧，嗱，未必啲听众都会知道，就系佢哋嗰个特性咧，就系头先阿金都话斋啦，就系、是、单亲啊，或者甚至乎系唔系一个完整嘅家庭啊，往往都系去遇到一啲古古怪怪或者啲坏嘅事啊。令到一啲所謂嗱，依啲就真係 subliminal message 啦。所以咧，我哋今次一集咧會分開兩個層次講，一啲咧就係一啲影像化嘅嘢嚇，一啲嘅所謂嘅性愛嘅，譬如男性嘅生殖器官啊，或者一啲嘅女性嘅同體啊，有啲咧就好似頭先阿九喺第二次講嘅，就係話一啲嘅真係一啲 subliminal 嘅 story 啊。一啲係隱喻性嘅故事性俾你聽，就係話哦，原來 Cinderella 係咁，原來美人魚係咁樣咯。反而嗱，講翻金正恩呢單嘢咧，其實我個 point of view 咧就係、是，佢係咪其實都俾迪迪尼洗咗腦嘅？係咪？有分享一下。係，冇因為嗱，都話啦，無啦白事，點解你要揀迪迪尼啲卡通咧？嗯，係啦，佢其實咩影響？當然亦都有套理論就話佢其實想改變形象，因為不嬲阿金日成或者係金正日，佢哋嗰個形象係比較鐵腕啲嘅嘛 ，OK， 父權啲。佢就因為佢年輕廿幾歲啫嘛，所以佢想做一個年輕啲嘅形象，唔定或者佢真係本身都已經其實都係一個快女嚟啫，係咪先？嗯，即係佢用嘅工具啫。我嘅睇法係，所以又聯想翻我哋之前講嘅歌星啦，即係光明會歌星，其實每一樣嘢都係光明會個傀儡嚟噶嘛，都係一啲 muppet 嚟噶嘛，甚至乎我哋有幾集都講過，就算係美國嘅政府，或者美國嘅總統啦咁大啦，其實都係佢哋嘅傀儡嚟噶嘛。係啊，所以會唔會其實迪迪尼開始染指北韓咧？定係其實根本已經係染指咗㗎啦？如果你咁講嘅話咧，我又忽然之間諗到個新聞咧，就係、是。之前有一個嘅美國嘅籃球明星記唔記得啊？又去做訪北韓啊嘛，但係佢就公開就話啊，唔係，因為呢個純粹係私人性質訪問嚟嘅啫，去睇球賽啊成。但係我個人嘅感覺咧，
我覺得一定不是啦，肯定是美國一定是 pass 了什麼 message 給他們，然後之後跟你談。但只不過就是說在美國那方面，美國政府很聰明，他就不會用官方的官員去到訪，就寧願呢去利用一些譬如體育的交流啊，或者文化交流啊，去到那邊去做一些所謂的台底的交易啊，或者台底的即是情報的交換啊，這樣咯。門面咁樣掩飾啊嘛，一定係噶啦，呢啲唔使講嘅，即係等於佢上次啊，又講翻呢樣嘢，又講北韓打仗，我講幾集都係講北韓打仗嗱，都仲未打得成，係啦嗱，到到目前為止，我諗我第四集之前我都講過係唔會打得成，你知唔知我第一集講嗰個時候咧，咪吹到好行噶嘛，係咪先？吹到話哇又要打又要成啦，好多分析走咗出嚟㗎嘛，個個都好驚啊，好多人走咗出嚟就是、啊肯定會打得成啊點點點啊，但係嗱到今時今日過咗第四集啦。即系过咗一个月啦，都系冇打嘅。大家有冇留意呢？其实呢、有套新片就嚟上，就系、是、正正咧就系、是、做和路迪士尼嘅新片。拍传记啊！拍传记系 啊, 啊！你估揾边个做啊？嗱、嗯，边个？又系 Tom Hanks？ 系啊？唔系啊嘛？有啲乜嘢 related 神？唔系啊！我俾我感觉唔系、啊，俾我感觉咧就有啲咩神秘组织啊，或者阴谋论嘅嘢咧，就一定系揾佢。系咯、啊。系咧，你都覺得係啊？點解咧？之前雲圖又係揾佢，係啊，雲圖又揾佢，係啊。今次佢仲特登留咗個二撇雞，令我又諗翻起阿 Michael Jordan。佢仲唔係光明會嘅代言人？係啦、啊，希特拉啊個相，係啊，唔係呢個佢就冇嗰個一匹咁樣樣。喂，但係如果你話希特拉咧，嗱，我有啲嘢想分享喎。有啲人咧都講過咧，就係、是、和路迪士尼你知咧，就係、是、都係瘦瘦地啊，又有二撇雞啊咁樣嘅話咧，係似希特拉嘅喎，其實係。是似的那張照片都是似希特拉的喎，嚇！依個即係嘥啲咁講嘅啫，嚇！繼續啊，九，唔好意思啊，攬住你個病你嘥啲，我話又威運啲啊！就有人話和路迪士尼其實而家係冷藏咗啦，等緊溶雪翻山啦，係咪先？點解防腐咗佢？係啊，話佢死咗之後咧，其實咧就唔係撞咗嘅，凍住先嘅啫，就等啲科技搞得點咧，就出翻嚟噶啦，會出翻嚟。你好似讲到匿，你好似讲到匿埋个窿度咧，有时间就出翻嚟。耶稣咁，系咯，系啊，即系究竟佢系即系攞佢啲基因啦，都系净系溶咗雪就弹得翻出嚟咧，我就真系唔知啦。OK， 当然有啲人就话：，你哋呢啲又系谂多咗啦，咁样，但系都几得意。最得意、最吊诡嘅咧就系、是、嗱，因为咧阿 Tom Hanks 咧就因为要拍嗰套《和路迪士尼》嘅新评啊嘛，咁就特别咧。佢個嗰個 Disney 嘅 Family Museum 即係佢個展館啊、博物館咧，就特登休業一日，就淨係俾佢參觀嘅。哦，哇，咁大面啊！係啊，咁就當然係睇曬好多片啊，聽曬好多聲帶啊咁樣樣。最得意嘅咧，頭先咪講話雪藏佢嘅，啲人就梗係會問啦：喂，咁你有冇見到雪藏咗嘅迪士尼真身啊？咁佢話：我又冇喎。不過加咗句，不過佢哋係要叫我咁樣樣講咯。哦，即系话冇咧，就系有人指示佢咁讲嘅，冇错啦。或者佢系特登留条尾又得，你话佢系咪受指使、或者甚至乎有啲人阴谋论再讲咧，就系话令到个票房爆啲，咁所以特登啊咁样讲吓，有机会嘅。不过你讲开阿和路迪士尼咧，佢原来以前都读过啲艺术学院噶，又令我谂翻起咧，其实阿 Dan Brown 啊或者佢老婆啊嗰啲人咧，都系喺啲艺术学院出嚟就。被人招揽咗入会噶咯。其实艺术人啦、啊，或者艺术家嘅话咧，点解咧？就因为可能咧，嗱，依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啦。可能佢啲作品或者甚至乎咧，佢有独立嘅思考，佢令到如果光明会啲咁嘅神秘组织咧，灌输咗一啲咁嘅所谓嘅指示俾佢哋嘅话咧，佢哋用利用咗佢哋啲作品或者一啲咁嘅理念去渗透出。光明會叫佢哋做嘅嘢嘅話咧，更加 effective 或者更加有效，好容易去感染。冇錯冇錯，因為係藝術家嘛，佢作品咧會真係會快啲去推到，應受性會比較強好多咯嚇。同埋咧，頭先咧咪講開迪士尼咧，佢本人咧又飲酒又食煙，但你知唔知道原來咧喺五十年代咧佢開呢個樂園？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好嚴謹嘅要求啲員工，甚至乎啲員工可能咧講句衰嘢，即係譬如話 hell go to hell 咁，已經都可以即時被炒。其實會唔會都係佢壓抑咗，就將啲
即係佢啲壓抑嘅情緒就擺咗落喺，即係管教啲員工要管得咁嚴咧。但係如果聽你咁講咧，又同我嘅資料咧，好似背道而馳啊！嗱，好似而家你咁講嘅話，就好似佢好正經啊，佢啲每一樣嘢都係一絲不苟啊。但係我的資料顯示咧，佢係一個戀童癖啦，有一個性變態嘅一個人啦，冇犯罪者啦，一個人啦，甚至乎係好煙啦、好酒啦，中意食安眠藥啦，長期失眠啦。其實長期失眠嘅人咧，基本上喺佢嗰個所謂嘅精神方面咧，其實第一恍惚咗啦，第二咧都係有某程度上嘅壓力嘅。其實，但係佢要求員工咧係一個好高道德標準嘅工作環境嘅喎，呢度又有啲即係 contrast。係咯，即係我諗呢個係雙面人啦。同埋我睇資料咧，其實阿迪士尼阿和老迪士尼咧，佢細個咧俾佢爸爸虐打過。但我睇翻嚟嘅資料咧，就話其實佢係真係好似阿 Adam 咁講，好雙面人嘅，即係話佢對住你咧呢一刻係笑緊嘅時候咧，下一刻可以即刻有大信封就抄咗嚟㗎啦。冇錯，係啊，或者點解話點解嗰啲迪士尼嗰啲片裏邊咁多啲嘢咧，啲畫家要留名喺度咧？因為喺20年代咧，即係1920年嗰個時期嗰陣啱啱出嘅時候咧，所有嘅片咧都淨係出和路迪士尼個名嘅啫，即係其他嘅畫師咧係唔會出到名嘅。咁佢哋所以就成日就諗辦法啦，點樣將自己個名字就擠落套片度咧，或者畫啲嘢落去，等自己可以認得翻啊，睇得到啊咁。就頭先你講嗰個獅子王嗰個 Sass 嗰個字啊，其實有得根據嘅。我估係因為當年咧，阿和魯迪士尼咧，佢畫嗰個初型嗰、那個米奇老鼠，其實唔係一隻米奇老鼠，係一隻兔仔嚟。咁但係呢係一隻長耳兔嚟嘅。我擺翻張相俾大家睇。咁但係呢一個角色其實一出街咧，已經瘋魔咗成個美國。咁嗰間幫佢出街嗰間公司就攞鬼咗佢嗰個版權，咁佢其實係俾人偷咗佢個創作嘅。Okay. 咁會唔會係呢件事之後，所以佢咁緊張要淨係將自己個名擺喺啲卡通度？咁呢個唔出奇嘅，呢、這個係咪先？因為喺美國人嗰個感覺時，都係知識產權係好緊要噶嘛，嚇佢哋都比較上注重知識產權噶嘛，係咪先？係啊，即係頭先咧，阿 Adam 咧都有提過咧，小魚仙咪有張 poster 話有個咩喺個城堡裏邊有個男性嘅洋具嘅，其實咧嗰一幅咧就真係可以證實到係佢哋係 intentionally。是真的個插畫師是講到明白，是讓我特登畫下去的。那為什麼 intentional 你有沒有講過呢？有些人呢就說他因為呢那個插畫師呢被人炒了，哦，特登就惡搞。惡搞的。咁但是呢他就說他不是的，他畫完其實都想改的了，不過就緊急得滯，趕得滯啊！因為要出稿啦。但我又覺得唔成立咯。你惡搞嘅話，咁肯定會有一啲人去批核啊、批審噶嘛。出唔到街啦，咁你根本出唔到街啦。係啊，但嗱呢度就係吊鬼嘅地方啦。就話佢之後佢都即刻通知翻即係諮詢啦，咁樣樣唔掂噶嘛。就俾審批部門話：喂，我其實嗰度咧畫咗啲嘢，使唔使改啊？咁樣。係。又好神奇地照出街出咗去喎，所以嗰個插畫師咧就覺得，其實根本佢哋下意識都係想加呢啲咁嘅 subliminal 嘅 message 落去嘅。I see， 明白。OK， 嗱，咁好啦，咁我諗即係今集咁多嘅資料啦，關於和樂迪士尼啦、卡通片啦，咁多 subliminal 嘅 video 嘅 message 好，或者 audio 嘅 message 都好啦，我諗大家都可以即係一一去參考一下啦，理解一下究竟佢個背後呢班神秘組織係咪真係從小去一路 brainwash 我哋呢，令到我哋喺一個嘅意識層面又好，或者喺一個嘅洗腦嘅層面都好呢，都係受佢哋嘅影響呢。因為其實你都知㗎啦，3歲定80嘛，係咪先？小朋友如果你真係俾一啲咁嘅 message 俾佢嘅話呢，其實大哥都唔知變咗一個咩人咁樣。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啦，係咪？咁我諗再講過一樣嘢啦，就係、如果你哋即係睇 forum 啊嗰樣嘢呢，我哋都俾一個 warning 出嚟嘅。咁如果你哋係真係唔夠18歲嘅話呢，就真係叫家長陪同啦，就即係同埋你哋一齊去觀看啊，或者去收聽我
哋嘅节目啊，咁样咁咧，始终咧，即系我哋呢集嘅节目咧，就比较上多咗一啲咁嘅三级啲嘅嘢啦，系咪先？虽然阿九都成日系咁讲嘅三级嘢噶啦，佢而家都阴阴嘴笑啦，笑话又唔俾你哋，好衰啊 ！OK OK， 冇问题。OK， 咁吓、啊、重申一句啦，吓、啊、咁希望大家去睇一睇啲资料，睇下你自己去判断下究竟咩嘢系啱，咩嘢系错啦，咁样。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三准时9点再同大家见面。Thank you， 拜拜。拜拜。Bye bye